我的轨道更烦恼，所以呢，愿所有众生借着今天的功德二十一天加以发起的超度，所以每一场法会每一场超度的功德一直加入到今天应该是第三场第四场，所以今天第四场的功德都布施给此地所有独立龙神独立公所有善神及这边往生的所有古为翁所有未超度者等多项功德及无际孤魂种种后来实际纳受功德利苦得乐现在这边始于留什么留筹补公墓是以前的旧公墓以前来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所以坟墓现在已经都捡起来了所以无心孤人可能也很多因为很多人年轻人有些年轻一辈的就变成没有再拜了不信这个了所以还是一样慎终追远我们清明节慎终追远就是怀念祖先怀念自己的这些先人因为开天辟地养育子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更要活的时候要孝顺父母死的时候更要孝顺父母要把亡者超度父母超度这就是有报恩报效好那我们现在跟大悲咒加持一下洒气一下佛菩萨，什么三恶宣力？金砖构会祭宣图，令使嘉义市旧公墓、牛稠埔公墓内外皆清净，所有众生皆离苦。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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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因为我们都知道密勒密巴的上师就是马尔巴的上师就是纳诺巴，
所以他们也把纳文巴跟马尔巴都把它纳入在今年的云集日里面，所以呢，今年功德特别大，就是神佛陀神遍及的加持四大节气里面的加持我们也更要今天大做功德不能造一点点的小恶，要绝对的谨慎因为呢，一造一个小恶，别人好几千万兆倍就得不偿失了哦。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做功德，希望更多的有情接力股接着今天的因缘，还有他们挖到这些无忌孤魂、无忌没有人祭拜的这些先人的骨头也来这边给他入塔，所以呢这个都有种种因缘，跟我们这些人一定有缘我们师父一直讲说当你遇得到了看得到了，都跟你有缘所以呢过去的这些因缘聚会了，就来到了这边，所以我们尽量所有功德都要回向众生所以我们占波师、善者是他们用的玻璃的圆形的装的，就像地藏的摩尼宝珠一样里面装的食物，但是呢，我们是要装来装功德，把食物变成功德，所以呢，愿供甘露四十，这些简单的法门努力的去做因为四十二轨迹里面讲说，每寸土地都有无量遍的轨道。在受苦，所以呢，只要你亲自去那边你就可以跟他们结广大的更深的缘因为很多人因为一步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或者往生的人他的业报他不能离开这块坟墓区里面，他的管辖范围只有这边而已，所以呢，还是一样要亲自去每一个坟墓区跟他们结缘就看各位的福报了有空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月发起了21天。我们感恩中菩萨还有线上的所有这些护持者一下子大家都要超度，一下子就大家都踊跃的在护持，也希望清明节的报恩也超度自己的祖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努力来20页点灯行愿文。愿灯具成为等同三星大千世界，愿灯柱锦成须弥山王，愿灯油锦成汪洋，此灯之处一盏可现于北村摩前，愿水光鱼消除山流顶以下，不见地狱以上所有无名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自净土，皆能显于七界。嗡班扎阿罗给阿婆，嗡班扎阿罗给阿婆，嗡班扎阿罗给阿婆，爱那婆。一有光明此灯烛，奉献前劫先佛德，无以广大十方界，师尊恭敬护法众，凡尘圣众即奉献，父母为首有情众，此师以及各种僧，皆能亲切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根众弟弟，吾等如此所发愿，即请加倍速得成。地阿那，曼赞神阿耨多罗三藐耶娑诃。地阿那，曼赞神阿耨多罗三藐耶娑诃。地阿那。半愿怎样？阿弥陀佛，那也说，嗡阿弥菩提心灯，大悲为由，大信为助，大智慧为光，愿持光明，照破众明，嗡阿弥。好，来把灯收一收，然后我们观修这一盏灯变成轻轻一盏灯愿所有众生融入自己的光明自信中愿所有众生开发自己的佛性，愿所有有情也找到自己的佛性，所有轨道也有佛性再生不增，再繁不减但是因为业报的关系，过去造作中的恶业，现在已经落入在轨道里面，更要怀着忏悔心、惭愧心这样的话，自己知道错了更要像过去的目犍连，很多的很多的鬼问目犍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头那么大，为什么肚子那么大过去造了什么恶业，因为他已经忘记他们过去造的恶业了。所以还是要不断的提醒众生，因为他称是无名造成的恶业，更要记得阿弥陀的本愿功德加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就像现在果在互相咬来咬去一样所以呢还是一样世间就是真的很无名很苦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有食物的话，丢一些食物给他们先吃再来抢食物好，然后水杯发下去，我们赶快来做甘露四十。有吗？有水杯吗？有。那边那个太斜，要不要一些菩萨坐这个坐到这边的？要这边对，这边也在这。要先出了，那危险。里面也可以。
来，坐到这边来，有的这边坐到这边来，两块一架，不然后面的那个坐的这样太多了，很危险。该你敲位吼，后来斜斜的很难走。这边还很宽啊，这边。两块，两块。这里是。对对。嗯，因为车子也来来去去也危险。好。哎，出出来危险呐！过来这边。有的。来桥。这边还有。找风水地哈，风水地。南海是灾害。这边还有空间，比较平呐、啊，太危险。好，那我们开始来做甘露施食，然后一样布施食物啊，给人类也好，给鬼道也好，给蚂蚁也好，给鱼也好，给六道众生也好，你就可以广修一些慈悲行，然后累积种种的善业功德。因为布施食物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啊，你对贫穷人来讲，或者说过去啊没有布施的习惯的人来讲，不可能拿东西出来布施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啊，愿意拿来布施，愿意来跑来这边、啊、跟鬼道，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有没有存在，保证存在啊！就像我们早期啊，我们钟师姐去金门一样啊，她有她的故事哈、哦、啊，去海边啊，然后她就做一个梦啊，撒这些米有用吗？啊，真的有用，他们会来吃吗？晚上就做梦啊，梦到那个怪声弟弟跟他讲说，不要乱讲话哦，然后又梦到一个老太婆带着小孩子跟他讲说。你不吃的每一颗米，我都吃得到，我都吃得到。所以呢，这个是这些众生来托梦，跟你讲说，我们很苦啊，你我所不吃的每一粒米，我们都吃得到，就是真，这个就是真实的感应啊。所以呢，不要说哇，真的会来吃吗？保证来吃啊。所以呢，你越用心你把功德融入这些米里面，吃到就解脱，叫触及解脱，和闻到这个味道啊，我们现在不是灯啊，闻到是酥油灯的味道，那闻及解脱。听到我们念咒的声音，听其解脱，所以要有这个绝对的信心。因为诸佛菩萨的种籍都在你身上啊，因为呢，佛性再生不增，再繁不减。因为很多人说我要修禅定，像你们如果四五十岁的修禅定，可能不会成就了，因为过去的禅师过去的禅师从慧远大师那边开始，他们就禅宗的这些很上根器的，到最后呢，还是一样回归极乐，倒归极乐。因为呢，唯有念佛去极乐世界，可以用念佛消业障，消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入定的叫念佛三昧。所以这些大禅师到最后都是回归净土，回归净土很多很多过去的善导大师被公认为净土二祖也是一样，影响了太多人这些禅师靠自己自力修行，到最后一点成就也没有，所以还是要倒归极乐。因为那时候所有人念佛，万人。万能念佛，万能成就。但是呢，现在更气在末法时代，如果你没有累积很大的资粮，你去打坐很多就着魔。因为呢这个禅定里面很多的这个境界没办法，你没办法，你除非读很多的经教如果楞严咒、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蕴魔，你要了解，还有很多的经典都来讲这些禅定的这些幻境，你要不要被他骗了之后，你认为自己达到圣境了，都是假的。所以还是要最稳当的一条路，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稳当的一条路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甘露施食哈，一切众生的甘露，一切众生持其解脱，来随便拿起来，在水中写嗡啊吽观世，嗡啊吽观世，来观念一起念。仰愿十方三宝慈悲加持，持水持米普施法界众生，悉获法满同生喜，共证菩提。嗡阿吽。好，随杯放地下，来敬三业真言加持。嗡娑婆诃切陀萨埵耽摩娑婆诃切陀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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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翻过来，波波三昧耶，哦，达达达达，多玛达耶娑哈，莲花布，哦，布达玛，多玛达耶娑哈。
阿婆，哦，巴吉拉多巴巴耶娑哈，毗舍奎伽，哦，巴吉拉布里多巴帝巴那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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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翻过来，按路四十，来一起念。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护众，我今召集十方刹土，聚集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内，以香火威神力故，悉是我所，破灭闻中生烦恼心，闻中生烦恼心，智慧长菩提身，智慧长菩提身，离欲欲出火根，离欲欲出火根，愿成佛度众生，愿成佛度众生，愿使终身超法界，愿使终身超法界。闻一万悉皆闻，闻者清净正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岸，次世不退转，好破地正圆价值。哦，揭谛揭谛大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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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来加持。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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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招行、啊、一切有情愿离苦舍，现在实现大受功德。跟我念：一心招行，十方法界，六道行灵，九幽十类，水陆空，男女不分男众，天南水地，同享功德。一心招行，开暖施化，月飞软动，没有往生有情，四十九天中阴身，每天往生中阴身，附近所有那菩提，第一馆，火葬场。所有往生有情，皆来此地，同享功德，一心招行，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昔世父母，冤亲债主，皆来此地，同享功德，一心招行，每日被毒杀一些物命，自杀流产胎儿。堕胎胎儿，所有有情，皆来此地，同享功德，好来此地招行。南无波波利利利利多利达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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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波利利利利多利达那耶多耶。嗡嘛吽。一切众生化解冤仇，解冤释结。哦，三多那一切多娑婆诃。哦，三多那一切多娑婆诃。哦，三多那一切多娑婆诃。好，随便拿起来，开眼罗座啊，观想无量边的甘露，布施给众生啊，羊奶、牛奶啊，各种饮料布施给众生，开眼罗座。哦，波波利利切多利达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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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波波利利切多利达那耶多耶。好，那我们先念十遍十咒甘露水，一起念哦，来遍十咒。南无萨瓦达他耶多万德之地安上本来上本来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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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瓦达那耶多万德之地安上本来上本来罗，南无萨瓦达那
不供养转三圈。随杯可以说一说，晚上记一起念，汝等鬼神咒，我今世如梦，此时便是梦，一切鬼神功。唵嘛呢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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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嘛呢叶娑哈。善男子，虚空藏加持23页，观想衣服给他们，黄金珠宝，各种药物，各种食物，遍满虚空。南无萨瓦达那格达，巴耶比修摩诃帝，萨瓦达那乌格，萨瓦达那伊玛格达那哈苏。南无萨瓦达那格达，巴耶比修摩诃帝，萨瓦达那乌格，萨瓦达那伊玛格达那哈苏。南无萨瓦达那格达，巴耶比修摩诃帝，萨瓦达那乌格，萨瓦达那伊玛格达那哈苏。地藏加持所有众生，定业皆消除。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唵嘛呢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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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嘛呢叶娑哈。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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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昧真言加持，唵三昧耶沙陀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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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31页不动摩各种咒语加持，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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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好，来翻过来32页，欲所有众生忏悔业障，皈依三宝。来，请念：往昔所造诸恶业，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悉佛灭罪真言加持。
哩波哩波哩哟哈哟哈哩波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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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波哩三年前的沙坡哈哩波哩波哩哟哈哟哈哩波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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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哩三年前的沙坡哈哩波哩波哩哟哈哟哈哩波哩哩哩哩哩哩哩波哩三年前的沙坡哈。所有有情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世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世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皈依佛两世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咒九遍，嗡嘛呢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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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所有人布施一个宝给他们啊，愿所有众生。啊，佛教缘起啊，因为哇，佛陀在菩提树下就悟到缘起这两个字，所以呢，缘起法啊，佛说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呢，不执着你就成就圣道，所以呢，你要悟到缘起都是生灭的，不管你这辈子啊再风光，再跟啊说的正光明流啊认识无量边的人，但是你还是要死啊，因为缘起毕竟空，所以呢释迦牟尼说。遇到缘起，你看到缘起，看到这个法，那你就是佛了啊！佛不在外面啊，只要缘起法你懂了，你就是可以找回你的佛性，所以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还是一样哈、哦，佛啊，佛不在外面，佛在你内心呢，内心里面是八字田中，看你会不会用它。所以呢，睡觉了也是啊，走路也是，吃饭了也是，他都没有离开你啊。你在走路啊，现在在听法也是。啊、那个觉知、啊、都一直在、啊、这个那个就是你的佛性、啊、所以要善用它，你就可以快速累积无量的功德，不要在外面求佛、啊、外面求佛那个生灭法、啊、叫外道，所以呢、啊、佛都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啊、所以每天都跟着你的，你要想外面去求一个法，求一个佛、啊、这个不对，所以、啊、八万四千个法门到最后还是这样倒回缘起啊，所有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啊，所以呢，所有的八万这些法门都是方便说，方便说，所以佛说我没有说法啊，说我说法啊，那就是谤我的法，谤佛啊，我永远没有说法，因为借着因缘而开讲而已哦，所以呢，愿所有众生都皈依三宝啊，众生的佛性都跟我们一样的，跟佛一样的，一模一样，没有污点啊，没有染污，所以呢，你要现在要去极乐世界。一摊子的时间啊，发愿往生净土，当下就去了，当下就是的，当下就去了啊！所以呢，要去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度，你怎么去？如果在心定的时候，心清净的时候，就跟啊自信弥陀的净土相应了啊！所以呢，十万亿佛度也是假的啊！所以呢，劝说众生找回自己的佛性是真的哦！来，七佛如来加持一起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胜胜如来，南无广博胜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顺胜如来，南无广博胜，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顺胜如来，南无广博胜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共念南无宝髻如来，南无宝髻如来，南无宝髻如来，南无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南无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南无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好，回向。愿身心方净土中，九地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翻到八十页，我们来大家来做药师佛啊，因为药师佛满众生愿啊，十二大愿加持所有众生，所以呢，听到药师佛的名号就可以消除无量劫的恶业啊，也可以消除破戒犯戒啊，种种啊过失，所以呢啊，愿所有众生如果业障重了，更要礼拜诸佛菩萨
称念诸佛菩萨名号啊，那哪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81劫的生死重罪啊，以及南无地藏菩萨可以消除30劫的罪业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所以呢啊，观世音菩萨的啊，大慈大悲众生都有啊，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地藏菩萨，那你就是药师佛啊，刚才讲的自信可以自显现，自显现啊，你现在。为了众生看到很苦、啊、看到这生病，我赶想尽办法把那病医好。你不是药师佛吗？所以呢，一样心就是药师佛，心就是极乐世界。你随时想的苦难众生，你就是佛啊！啊，所以还想找导啊，一直挖回啊，回归自己的自信佛啊。所以刚才一直讲众生求外面的佛，都是求外道，所以要回归自心啊，找回自心的佛很重要。好，81页来一起念。南无上民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誓言观音自在王如来，南无七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量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莲英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上民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誓言观音自在王如来，南无七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量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莲英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上民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誓言观音自在王如来，南无七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量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莲英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记。药师如来琉璃光，夜王庄严无等伦，无边喜悦力有情，各水所求皆不对。南无东方净土极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也祈请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加持所有众生。奉请十二妖叉大将来一起念，奉请空毗罗大将，奉请弥勒罗大将，奉请安毗罗大将，奉请阿毗罗大将，奉请三毗罗大将，奉请英达罗大将，奉请波依罗大将，奉请摩虎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超度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药包拿起来，观想无量面的药啊，愿所有众生观修持一下啊，你可以自显现啊，心可以自显现为药师佛，然后现在可以开始从你的心间放出蓝色的种子字。药师佛的种子或蓝色的光都好，你没有把种子记起来没关系，从你的心间放出蓝色的光，加持所有前面的无量面的众生，这样就够了。用这样观修来一起念。南无婆伽摩地毗沙奢伽卢毗卢哩婆那摩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那耶帝沙那沙婆多耶那揭达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南无婆伽摩地毗沙奢伽卢毗卢哩婆那摩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那耶帝沙那沙婆多耶那揭达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南无婆伽摩地毗沙奢伽卢毗卢哩婆那摩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那耶帝沙那沙婆多耶那揭达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三遍心中有三遍。毗沙他唵毗沙遮毗沙遮玛哈毗沙遮那三藏摩诃帝娑哈毗沙他唵毗沙遮毗沙遮玛哈毗沙遮那三藏摩诃帝娑哈毗沙他唵毗沙遮毗沙遮玛哈毗沙遮那三藏摩诃帝娑哈。好，要不要拿起来自己布施给你身上的所有的啊，所有护着你身上的84000护虫啊，或者说所有有情。哦，在今年讲说，人的身上啊可以躲80户人家，一户人家有啊，就是8000万的众生，所以呢，八多少？八十乘以八多少？6400亿个众生都在你身上啊，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6400亿个众生，有好的有坏的啊，无量劫来，你跟所有众生结的善缘恶缘，全部附在你的这个细胞里面，所以呢啊，有时候他就会跟你作怪，不好的就会作怪，好的就会帮助你，一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不是给你身上跟你过去啊有恶因缘的啊众生都能离开你身体啊，有的是排出来，有的是吐出来
啊、有时候是从你的毛细孔、啊、流出来，所以呢，观修一下、啊、你身上所有冤业、所有众生都离开你身体了，身上不能碰。哦，舍利多，舍利多，金刹利刹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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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舍利多，舍利多。金刹利沙婆诃，唵舍利多舍利多，金刹利沙婆诃，唵阿吽。好，等一下，那要包收一收，等一下要包学一些烧先烧好。一切众生化解冤仇，解冤结，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化贤成，精锐化贤求解。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化贤成，精锐化贤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化贤成，精锐化贤求。解结药师佛，药师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佛说八戒品能记，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行虚空，慈爱众生，令他安休息，昼夜起专心，供行众善法，回向遍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不厌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来土师发一下，我们先做多玛，还人家债哦。啊，多玛坐一坐，土司发一下。可以翻到64页，64页。做一下多宝。如果你已经皈依三宝了，每个人在剪头发，或是说剪指甲的时候，这个指甲头发都不要乱丢，尤其你去那个理发店啊，叫人家帮你剪头发，你要跟他讲说。把我的头发留下来，啊，为什么要带回来？不能随便给他乱丢，啊，如果乱丢的话，啊，对你不好，因为我们啊，每天常在持咒，啊，诵经啊，这个头发最好用烧的，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不好的罗刹会把你的头发夺走之后，会对你的运势不好，所以一般修行人会把自己的头发烧掉，或指甲烧掉，啊，所以呢，这个叫像我。这个你们就要把它学起来哦，指甲、头发剪掉了，去留起来。然后呢，如果你要初一十五的时候啊，用木炭烧一些木炭，然后放在木炭上面给它融化烧掉，也可以布施给这些罗刹啊，这样会好一点啊。所以就是看你会念的咒都可以，唵嘛呢叭咪吽啊，哦，你常修的那个本尊。因为你常在念咒，每天做功课都会加持到你的头发、你的指甲，啊，所以呢，这样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不要把这个头发、指甲乱丢，没意思，这样不然会影响我们的运势啊。像我们这次啊，我们三个月的用功，然后呢，我就啊，我们家区眷属里面就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伯父一直生病，然后另外一个伯父得失忆症，一次来全部都病。然后我就去问人家这件事情，他说啊，你爷爷的然后骨头捡起来，到底有没有在给他火化？如果没有火化，都会影响家里的眷属。像我们今天挖到的这些骨头这么大，对不对？骨头很大只，要再火化一次，变成碳，变成灰啊。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什么风水地理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骨头乱放还是会有风水问题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 Q 金料还要给它火化一次？
还要给他烧一次，这样这个亡者就不会那么执着，不然会又影响到家里的每一个人。那如果放错错位，放错这个他的方位啊，所以为什么他们很执着这个？因为古时候的人啊，在安炉了 啊或者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很谨慎，因为炉一安呢、啊，就代表你这一间的宫庙的运势啊，所以呢，他们都会看很好的日子。一炉好的安下去之后，炉是被吸住了，被磁力吸住了，那不会乱动。一样，人骨头放在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放好，它就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些啊、这些活的人呐、啊。所以呢，我又为什么说，世间有这些风水的问题真的是存在的，还是要用各种方法去破掉，破它就是让它不要着相，要再烧掉。所以为什么说往生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火化，不要再用埋葬，像佛陀时代啊，都是用火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尸体，这样会好一点。好，那我们现在也用这个多玛代表我们过去啊这个欠人家的债，那么这个尸体等一下要火化啊，要烧掉，这个意思哦。来，三只手之中。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边说，嗡三巴拉三巴拉，布玛拉三拉玛哈三巴拉，嗡巴拉说啊，嗡三巴拉三巴拉，布玛拉三拉玛哈三巴拉，嗡巴拉说啊，嗡三巴拉三巴拉，布玛拉三拉玛哈三巴拉，嗡巴拉说啊，边说。南无达瓦达那格达阿瓦多贝贝嗡桑巴达桑巴达吽，南无达瓦达那格达阿瓦多贝贝嗡桑巴达桑巴达吽，南无达瓦达那格达阿瓦多贝贝嗡桑巴达桑巴达吽。好，四如来我们改成七如来加持来一起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顺如来，南无广博顺如来，南无离不离，南无甘露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顺真如来，南无广博顺如来，南无离不离如来，南无甘露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顺真如来，南无广博顺如来，南无离不离如来，南无甘露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佛具受妙喻地生时，具受妙喻烧石垢，具受妙喻水中时，于此漂游虚住之，悉求贪念顺恼者，各种身相遍寻觅，于此一切魔故中，回向逆起或满足，火烂为缘诸迷乱，愿解多余大道皆，大力鬼众速速取，欲望贪执与念着，意念爱染亦得处，愿获释然即解脱。好，四大观众，吹一口气，好啊，到处可以，这边丢入草丛里面哦，直接布施给这些蚂蚁啊，流浪狗，你等一下烧掉都可以。来回向文，天阿修罗要他的南天王者一字心，有护佛法使长存。这个其实是尊教，尊有听佛来世时，或在地上，或虚空，常于人世起时心，日夜自身一法住，愿诸世界常安乐，无边苦事一起生，所有罪业尽消除，远离众苦归因。能用戒香涂阴底，常持地菩提之身，菩提妙法遍转，随所住所常安乐。结善缘，乐无边，且莫邪愿；结善缘，乐无边，且莫造业障；结善缘，乐无边，烦恼尽天除，心清净，体安，万般皆吉祥。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界，护母与师长，六亲奉献，法界中有情，八脉三途备，阳善佛神力，消灾正，万事诸天主，四方大边吹，地形水火贼，诸上悉消除，热闹动。上到黄海过逍遥，同生极乐国。好，来看到114页，我们念短鬼加持、因为天黑了用短鬼加持啊，然后我们念个七星王尊咒，就来念佛号加持就可以了。114页哈、那相对的，我们从师父教我们的四师法门到现在很多人已经做了好几场、好几场，百场、千场、万场都有可能。那我们这些人以后会升到哪里？相机国、我们这一张常在布施十人会升到相机国，所以呢相机如来用什么度众生？用食物的味道度众生在相机国里面没有文字，只要你闻到香味，你就开悟了你就开悟了。所以呢，你现在在那边求开悟，还不如去相机国那边求开悟。一闻到食物就开悟了，你都不用
一闻到师父就开悟啊，所以相继国啊，相继如来就是这样哦。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师父了啊，现在来观修，你就是相继如来啊，相继国啊，然后呢，观想你现在布施的师父啊，愿众生闻到即解脱，闻到就开悟啊，入圣位，这个意思哈、哦，要去观修一下。来，念供仪轨加持。那样啊，那样啊，那样啊，哦啊吼，哦啊吼，哦啊吼。如海妙意，清净水云各，多养三千等雨如念尊，即知所证，祈求慈悲故，具备功德诸护法，欢喜满足祈求诸圣，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其诸恶意得利，一切离苦所得无缘，祈愿三福清净及宝智。好，现在好好的观修一下，我们念这个短轨就好。然后呢，108遍的观修啊，要开始啊，所有的食物啊变成五谷啊，所有种类的谷，这个谷类啊，白豆啦、黑豆啦、红豆、绿豆啦，各种谷类，白米啦，像我们明天要去看那个啊麻豆啊，在天啊，像在天里面啊，天人就有分三种啊。啊，天人最上称的天是吃白食的，啊，中等的天是吃什么？红色的食物，啊，下等的天是什么？吃蓝色的食物，像我们翁阿凤一样，他们有分三种天，然后没有福报的天人还要下来人间找食物，所以佛陀为什么说早上要请出家人供养这些天人，啊，所以那些没有福报的人下来吃，所以啊，如果在天的时候，像我们啊，一般藏传。啊，这个藏传的上师啊，他们把食物啊，这个米啊，满身六色的有没有？六种颜色的，就是杂食，因为众生没有福报吃到白食，只有人是什么？白色的食物，因为人有福报，没有福报，因为啊，如果鬼道他们白食是不能吃的啊，白食是啊有福报的天人在吃的，所以他们是用杂食，没有染成颜色来布施给众生啊，像我里面都有五色米。所以呢，还是要用这种去观修。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来观修很多的食物啊，融入的谷物里面，很多的啊颜色的谷物就变成杂食了。然后很多药材，很多的珍奇的这些啊这些器具都给他们，然后还有食衣住行用得到的东西都给他们哈、啊，努力观修一下。来，请念。176页还是178页，我们来念心经往生咒加持，然后来大家来念一下佛号啊，愿所有众生听到南无阿弥陀佛，消无量劫的恶业。178页，好，来我们来念一下，全部加持完之后再来回向，再来烧了哈，把融入所有功德融入食物之后再慢慢烧。来，请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般若会萨婆菩萨，南无般若会萨婆菩萨，南无般若会萨婆菩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生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智，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智，无苦集灭，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悉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苦故，远离颠倒，究竟涅槃，生死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诃。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好，往生咒我们念七遍。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陀耶陀尼耶那阿弥陀佛，波提阿弥陀佛，悉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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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提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陀耶陀尼耶那阿弥陀佛，波提阿弥陀佛，悉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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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提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波罗蜜多耶陀罗尼耶那阿弥陀佛，波提阿弥陀佛，悉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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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悉迦波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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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悉迦波现在替所有众生108遍的阿弥陀的加持，所有众生得解脱。然后来这念南无阿弥陀的时候，观想四色莲花从地涌出，白色莲花、红色莲花、黄色莲花、青色莲花，带领所有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请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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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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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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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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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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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慢慢烧这些食物，不是所有今天摆的坛城里面的所有甘露都把功德融入在里面哦，来共念点灯功德、甘露施食功德、药货功德、等一下哦，还有供水功德、持咒念佛功德、过去所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所有功德、普皆回向、回向此地公墓。刘愁普公墓，刘愁普公墓，刘愁普嘛，孤雕波公墓，过去到现在，过去到现在，所有未超度者，所有未超度者，所有二十一场所写一切牌位，所有二十一场所写牌位，所有超灾牌位，所有超灾超现牌位，超现与会大众，与会大众，所有六亲。往生六亲眷属牌位，往生六亲眷属牌位，所有七世父母，所有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附着身上，附着身上，家人身上，家人身上，所有讨报债主，所有讨报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解冤释结，解冤释结，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愿此功德，愿此功德，回向世界各地，回向世界各地，所有坟墓区，所有坟墓区，大佛堂，大佛堂，殡仪馆，殡仪馆，肉品市场鱼市场，肉品市场。火葬场、菜市场、所有往生有情、四十九天中阴身、四杀众生、意外死亡众生、堕胎流产胎儿、一生未生胎儿、所有有情、同享善业功德、乘坐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世界各地，愿世界各地，无有战争，无有战争，无有传染病，无有传染病，无有天灾人祸，无有天灾人祸，愿世界和平，愿世界和平。一切众生所求皆满愿，一切众生所求皆满愿，身心自在，身心自在，道业精进，道业精进，无有魔障，无有魔障，愿此生。愿此生明心见性，明心顿超实地，顿超一切满愿，一切满愿，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世间法，世间法，皆能成就，皆能成就，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我取一切，我取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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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所有众生发菩提心，阿弥陀佛。
穆德巴，穆德巴，大雅米，穆不吉达，穆德巴，大雅米，穆不吉达，穆德巴，大雅米。好，那我们现在每个人拿一瓶水啊，我们没有回向到了所有众生都能一样得到今天的所有功德第四场的加持，还有随喜我们师父已经五十多场的加持啊，我们要每天随喜，因为啊师父发起了108场的烟供，所以呢啊不见得一天只做一场啊，一天可以做好几场。因为我们在以前在金门一天赶七场，在金门从早到晚赶七场啊，所以啊不见得一天只做一场哦。哎，好，每天冲，来，每个人来一瓶矿泉水哦，有水吗？有吗？我们做滴水器一下。来来，有没有没有水？没有水啊！每个人来一瓶哦、啊。我先来念哦。所有八德供养十方主诸二月六道清凉，自行圣者观世音，首相本是甘露流，恶鬼即可诸不灭，遍及极遍俱无漏，后法已在了后侧。此时四上天遍比第二回，一愿毁灭身，堕上天乐。安宁第六处无边处佛舍，雨水的天下封闭在尽处。如此是布施，不是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是善果，不是恶鬼。嗡嘛吽，嗡嘛吽，嗡嘛吽，嗡婆婆的利天，嗡婆婆的，嗡婆婆的利天对，但他也对，嗡是说不能说，嗡是说不能说，嗡是说不能说，不能说沙婆诃。啊，一样回向。今天我们去帮啊那个吴永祥老菩萨啊，一样啊帮他啊做这场。啊，出殡前功德啊，愿他能每天放下万缘往生净土。我今天就去极乐世界哦，要多享功德。嗡嘛吽，嗡嘛吽，嗡嘛吽。好，大家帮忙布施啊，帮忙布施啊，把所有的这些食物，然后水再到处撒一撒啊，到处来撒一撒哈。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再来啊，大家撒完水，我们得先破受解脱，破受解脱自己。啊，不是赶他走，而是说因缘具足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具足的人非等等取退散啊，不要再拘留在这边啊，因为今天这场法会已经圆满了哦，所以啊，希望不要这边啊，大家有知道各种啊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愿各种愿道都能回归本处，回归之处啊，所以人非等等取退散哦。那我们现在把水洒一洒，嗡嘛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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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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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铺满甘露啊，愿所有众生悉解脱。好，那我们念下吼啊，一切众生啊，一样因缘具足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具足的回归本位。嗡嘛吽达摩诃萨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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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波悉夜，嗡达那个达多巴巴耶娑啊，嗡贝达那多巴巴耶娑，嗡嘛吽达多巴巴耶娑啊，嗡嘛吽达布里达巴里巴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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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娑，嗡嘛吽达布里达巴里巴那耶娑啊，好，阿弥陀佛。啊，感恩大家，啊，所有牌位啊，线上所有啊菩萨参与的，一样得到每一场的功德啊，随喜我们师父的50几场的功德啊，都融入到各位的啊所住的地方，愿啊所住的地方具足啊一些祥和的力量，然后呢，也愿所有鬼道都升天啊恶鬼道免于饥渴啊，愿所有善神永护。啊，大家能够啊，把地方变成福地啊，让更多的灾难不发生啊，所以呢啊，我们每天这样努力，就是一个希望世界更和平啊，不要有灾难，不要罗刹鬼障碍啊，因为学莲花生大士降伏这些罗刹啊，不要让罗刹的来伤害人类，伤害各种有情，制造各种战争种种哦、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祈愿哦，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今天到这边。功德圆满，我们感恩师父、向师父三位逊尼，向诸佛菩萨三位一位逊。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大家帮忙说一说啊，然后帮忙布施因供，所有功德啊，会向消灾上面排位所有布施者啊，多少功德用了的。